教学上都很卓越的这个表现啦、啊、所以我也是大诚意啦哈啊，为大尊来发光发热啦哈。七月十四号就是我们整装要出发的时候哈啊，彼此互相照顾自己。然后那感谢啊来南跑老师的啦哈，在这骑车阶段的任务呢，能够圆满达成，然后互相彼此照应啊。希望你们有好的成绩，大诚意啦啊啊，为大尊向他来做发光发热，祝你们圆满成功，好、哦，获得好的成绩，祝大家，感谢，谢谢校长，谢谢，谢谢。比赛，我们要借由乡长的授旗呢，让我们大苏国小的合唱团呢，能够去到波兰，然后能够替我们大村乡，替我们彰化县发光发亮。谢谢。很优秀的啊，好，帮我们把好的文章推广出去啦！大村合唱团，赞！下一下，那需要很多的经费，那我们很高兴的县政府这边也可以给我们补助20万，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大村乡公所啊，在我们乡长赖志明的乡长的资助之下，也补助了我们25万。那我们的校友宇昌企业。有限公司那个赖董事长也捐赠了我们50万，他希望我们小朋友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可以踏出国去，把这个学校所学的东西可以放眼全世界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那当然还有我们在地的福盛企业、彰盛企业，还有我们其他的瑞记企业都有捐助我们学校，我们很感谢各方的一个支持，让小朋友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可以踏出国去，可以立足台湾，放眼全世界，走进全世界里面去学习更多国际的事。这次参赛的曲目总共正式的，因为它大会规定15分钟，所以我们准备了3首。第一首是国语的《知足》，第二首是客语的《月光华华》，第三首就是我们一凯老师自己作词作曲的《大村丽娜爱唱歌》，那准备把大村的歌带往国际。